感谢感谢，我也是听933。所以我相信你们读书时期的时候，可能你们现在还在读书，对，可是我读书时期的时候，我是开着radio， 然后就边读书边唱歌，然后我不会的一些可能像默写还是听写，我记不了的时候，我会把那些字放在歌曲里面，然后我反而会记得。所以你会就是写下那些歌词还是什么吗？不是，我把听写的字填在那个里面。哇 ，OK， 很有趣嘞。OK， 那你今天唱了这一首歌曲《年少有为》，我也很好奇耶。我觉得歌迷不也很好奇，你自己哦，歌单里的歌都包括了什么？歌单里的歌？对，你说你喜欢听那种死去活来的歌吗？通常你都听谁的歌嘞？有林宥嘉，有李荣浩，还有谁啊？还有到陈奕迅，对，我就有很多歌了，对吧？是 Romeo 听的歌很多都是很适合 K 的歌曲，所以我还蛮好奇的哈，究竟你是一个喜欢在家里唱歌，还是在开车的时候跟着广播一起唱，还是一个喜欢去卡拉 OK 卖力唱歌的人呢？我觉得第二和第三都喜欢，就是开着车还有在卡拉 OK， 因为在家唱的时候我妈妈会喊我。对，不会了，邻居要睡觉。是，不要喊到这么大声。是，可是除了唱歌之外，最近其实你也是很快的要忙着开拍新的戏剧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听说这一部戏呢，在12月份你会开拍，然后也是目前为止呢，对你来说挑战特别大的一个角色。是，我刚刚读完这20集的剧本，然后读到后面，我真的是我关了剧本过后，我就看着我的电脑发呆了，大概有1-2分钟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演。我就觉得说，因为那个角色非常有很多的深度，然后他不只是，我不能透露太多，可是我会说他又是好人，可是又有邪恶的一面。然后我也觉得我一阵子好久没有在荧幕上演像反派，刚才 Aiden 说演大反派嘛，那我这次也是会挑战一点那种坏坏的感觉，就很难拿捏的一个角色。是 OK， 因为信息不能透露太多嘛，但是如果要和之前你演过的角色相比，像是你有演过那个 Tourette Syndrome，是，还有从可能老人变年轻人，是，对，就很多很有挑战性的角色，我觉得你都有接过。那和其他的角色相比，你觉得这个排在难度成分来说排在第几位呢？我觉得排在第一位，现在是排在第一位。哇！我有演过那种像动荡的年代，当那种50年代的律师，那个哇，那个语台词很难背。然后老人的那个老灵魂呢，其实是老人的心态也很难演。Tourette Syndrome 的那些小小的细节也是很富有挑战。可是这个呢，是混杂了很多我想不到的东西。所以我现在目前为止在做很多的功课。好，所以呢，一定是一部我们要用心去观赏，好好的去感受的一部戏剧哈。我们期待着。那么在有请呢罗密欧为我们唱最后一首歌之前呢，我和泽亮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和你分享，就是呢我们有 KKBOX 2个月的会员呢，要送给所有呢有收看我们的 TGIF 的朋友，所以不管你是在现场还是你是在呢我们的 Facebook Live 观看的话呢，明天 OK 只需要关注呢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SCCC 的 IG 呢，就有机会赢得哈2个月免费的 KKBOX 会员，来享受呢好听的歌曲。